那这样的垫子呢，一定要配上今天的主角干式四 Magnave UV 钻面版本，全球首杀啊，全球首杀。这颗是干式四的 UV 钻面版本哈。干式四独特的调试系统，棱块、角块分别可以调试。好，我们开箱一个 Ostrom 的垫子，看我发现了什么滑点。好，开箱一下这款垫子，这垫子非常漂亮，也非常的高大上，上档次。好，我很喜欢。